鸡汤清清，名落味精，哎呀，一点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平时开始做鸡类也大出，咱梁山汤除了浓汤之外呢，青贡汤也是非常家乡又非常出名。热天时鸡类东西，看有几种样物件，也非常东西就是壳类，比如呾。车白，我今日就来分享一个非常家乡个车白秋瓜汤。今日只汤特别简单，那么先来秋瓜，那个本地秋瓜这种大厨，明明是热天时的瓜，你做你叫做秋瓜呢？大家知秋瓜生泡皮，秋瓜皮好难做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就秋瓜来到两边，再来到两边。唔喜欢秋瓜嫩个朋友，你看滴个嫩个皮条。嫩呢，食起来口感会有酥，但是好在咯，唔该。然后呢，直接下多再裹就好，可以大裹啲嘅。超过本身含水量也比较低，杀落呢喜欢叫水滚。咱传统老食呢喜欢落啲嘢啦，啊，你唔喜欢落油啊？好，落啲嘢啦，系个辣椒，咱再来落鸡，啊，起来嘅鸡呢会清脆好睇。超过帮落杀，呢一档菜再落。超过一档菜就是虾米，超过菜粒沙差不多一色，那落车白。我注意个边打九日落，一滴买落去裂开，买到加落裂车白，直接把它落咗落。车白滚落滚，一直开嘴，来当然只嘴汤泄出来。哇，这个汤水呢，过一点，你睇，已经开嘴了，睇到不？已经开口了，那么到最尾的时候，车尾已经啱啱开水，爱落桂花青柠，这桂花青柠呢，落雕个甜味啊，袂涩涩，最尾落，然后青柠落的时候，稀挂点醋汤落去，这汤独属世界字，就是清，正经是清清名落味精，这么简单就好，滴解药起来，哇，就该自己点黄水落去。你做我先，水汤哎呦，再烹头滴嘅，哎，我要落一点啊生头啦，点啊生头要落去，哇，这个夏日解暑又是非常家乡的汤，叫做车白秋瓜汤，就先做好了，麦得一得，相当快乐。